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带大家去看富兰克林刚买的新房子。没看错，卡林经典王者 RS 新车。哦，到了7709，从这边进来哦。哦，到了，等一下，我先把车停好，先把车放哪里好呢？放这里，放这里好了，先放着。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还有992 Porsche 992，另外一台卡林王者也是改到爆龟了。哇哦，这是哪一台？这台车一定没看过吧？最近有试车哦，威皮公路霸者 ASP 哦，这台车呢已经改好改满了，哇，超帅！另外一台车就不用说了吧，这台车已经出了线上版的车子，看一下叫什么名字啊？绝品密语啊，欸，是吗？密语有出吗？好像还没有出欸。没关系，各位，我们这里还有新车，这台，嘿嘿，这台是完全没改哦，这台是有点像992，是不是？路上彗星 S2， 现在应该有开放四成了吧？那这边这台呢，也是 Porsche 992。但它的版本跟另外一台不一样，上车看一下，哇，超棒的！啊，当然还有这个 A186 啊，藤原的店啊，豆腐店。那这台车也没有改什么东西啦，就是稍微把它做的呢，跟这个 A186 很像，黑色的引擎盖。OK。那重点呢是介绍富兰克林的新家。好啦，走。OK， 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富兰克林呢穿的是这个向 Kobe Bryant 致敬的衣服啊。没有看错，这是我们的篮球场耶， yeah， 我们这边可以打篮球啊，舒压一下，没问题的。哎，当然少不了我们的高尔夫球车啊。高尔夫球车在这里的话，那高尔夫球不就在这里啊？对耶，这边可以打高尔夫球，哎，直接把球呢打到水里面去都没有关系，再买新的就好了。有钱就是这样挥霍。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是游泳池啊，来泡一下三温暖，这个是还不错哎，哇。我已经到我的肩膀了。那今天没有客人啊，今天没有客人，所以是还蛮悠闲的啊。这里过去了，哇，这还可以看到游艇哎，帆船，射到它吗？可以哦，没有人在船上，还好啦，安全，安全。安全啊，这边还有这个室外的躺椅跟凉亭哦，这边是算是真的蛮休闲的。哎，我，哦，这边还可以看出去哦，哎呦，这边可以晒日光浴啊，哦，真棒，是不是超赞的？我们的户外躺椅都在这里啊，可以欣赏美丽的海景。可以偷看辣妹哦，实在是不错哦。来，再来是我们介绍我们的，也是一个户外的烤肉区哦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可以跟家人在这边烤肉联谊，然后办活动。可以看到这边都是算是一个非常疗愈的洗脚的地方啊，哦。可以看进去了，这是里面的餐桌，欸，餐桌，等一下，我先走进去一下，可以看到，欸，这
边是我的长久的地方啊，想要喝酒就这边来我家准没有错。可以看到，这边都是满满的酒柜啊，长桌啊，这个是我们的餐厅。当然，我是他的粉丝，这个话一定要有的。还有这个是100寸的电视，还有5.1声道的喇叭，当然还少不了钢琴。看到钢琴，然后这边是展示架。哎呀，又是这个烤肉区了。你这边还有这个桥，通往这个泳池。这边还有这个沙发区啊，可以看书。来自亚马逊的雕像，这边可以换出我的外出服啊，这边换了就可以出门了。OK， 各位，我们看一下二楼好了 ，Let's go。没看错吧？这是我的录音室，我们的小型录音室，还有混音装置啊，满满的混音装置。哦，古典钢琴，哎，这边是练唱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有算是我的小型的直播室哦，还有打鼓的地方。说呢，就是隐藏的暗柜，藏在这个桌子后面。这个桌子后面有个暗柜，可以到金库里面。那今天先不展示给大家看了。好了，这是我的客房啊。客房呢，有一个类似像半月形的卧躺的地方，可以坐在上面。然后这里可以看出去，而且还可以走出来哦。哇，这个超大的呢。好了，在这边是我们的干湿分离的浴室，可以看到它的大理石纹路，精挑细选出来的，连我们地上的这个木纹地板全部都是。看一下其他另外一边的二楼，可以过来吗？这个，好了，这是我的主卧室啊，主卧室的衣服在这里，双人床，哎呦，还有尼莫哎。哇、哦，这个柜子很赞哦，到处都是我的钱啊。哎，这还可以看出去。Lounge bar， 我们的沙发做的跟音响一样，坐上去还蹦滋蹦滋的，超爽。这是喝酒聊天的地方，还有100寸的电视啊，超奢华的。啊、这里还有我们的餐桌啊，这个餐桌可以看出去，还欣赏我的车子啊，有没有？哎，重点是有没有？这里还有麦当劳啊，这里有麦当劳，今天还没有上班啊，哎，我不去了，没关系，等他上班来给大家吃啊，好不好？这边麦当劳，然后这边是厕所。可以看到，连这个都是金的，黄金的，有没有？我们的餐桌，那里面位置不够呢，可以坐外面啊，外面都是位置。OK， 那我们这个豪宅呢，我个人最满意的呢是这个这座小桥。这个桥呢，可以通往我们的海景，这个 view 超赞的。OK 啦，各位，这个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帮我按个赞。我是酱酱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这次先到这边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的车就得多仿，刻意的模仿只会坏的发生。我出点的平常，注意的形象，黑的变成不动。我天赋从某个读书，听不清楚心境，接了 flow， 记住了艺术的清楚的病毒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位置还没站的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的啃住的点，其他都不会说，别人废他玩的真，他先不嫉妒我，先不嫉妒，帮你挖三个坟。